是今天我们的课程的第二个主题，主力吸筹的三种表现形式。三种表现形式，我们通常情况下看到的主力吸筹，大家平时你看到的吸筹，就股价连续下跌，前面股价横盘，然后跌下来，而且主力吸筹往往在下跌的同时，会连续出现多根阴线。这些阴线出现的时机和周期会非常长。就以这一个股票为例，出现阴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也是一根阴线，假阳线吧。十二，这一天也是近半个月的下跌，而这种下跌的同时，就告诉我们这种下跌的力度是越来越加强，这是股价在高的价位向低价位衰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衰减的同时，伴随着下方出现主力吸筹。那么主力吸筹啊，怎么去理解呢？它有三种形态，我们把它列出来。三种形态，讲一下，哪三种呢？我把这三种形态给大家列了出来。第一种，首先你看到的主力吸筹有红色的柱体，也有绿色的柱体，不管是红色还是绿色，它都反映的是主力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主力机构的行为。到底机构有没有动作，有没有行为，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红色我们代表的是主力进场，绿色代表主力洗盘。但是如果出现的重是绿色也是好，因为它反映的是主力在这个阶段有一定的机构行为。机构的手法不是光买，它既有买也有卖，是机构的一种对倒的一种行为。这是看到的第一个，红绿相间。第二个是多根红色柱体，代表主力持续吸筹。有些个股你看到的只是红色，而且就像这种红色是持续在增加，在增加的同时，这就是持续获利的过程。第三种形态，单根天量，代表主力大幅进场，只有一根柱体，而这一根柱体威力也是十足的。往往这种单根柱体啊，通常情况下我观察了一下，特别是一些金融股，就很容易出现单根天量吸筹的动作。你通过主力吸筹去把握相应的操作，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三种形态。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三种。第一个，明显它是多根红色的主力进场，连续吸筹。在吸筹的同时，记住一点，最高的主力吸筹跟最低的价格在这个位置是相对应的，而这个位置区间，你记住是一个区间啊，往往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形成了股价的最低价，主力吸筹的最高。不要过分的去关注说主力吸筹上面这个数字，这个值代表什么呢？没有意义啊，在这里我不展开深入的讲，你需要知道这个机构行为怎么去看就对了。每一个阶段机构的手法它的力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拉升股票需要大量的资金，有时候在某一个位置可能需要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拉升股价的上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值啊没有实际的参考价值。主力吸筹，这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是红绿相间，你发现有些个股有红色有绿色，这种就是非常正常，机构有买也有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通常情况下，这种正常行为的演绎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借助主力吸筹的变化来了解股价拉升动向的强弱，这是红绿相间。还有一种是单根啊，大家看这个股票，单根也显得很重要。单根的用法，先是横盘，横盘，然后股价下跌，经过一二三四五，你看连续五根阴线，股价跌下来，有一个很明显的砸盘动作，砸到了2.45，下方出现了
单根主力吸筹，而在出现单根主力吸筹的同时，这个位置区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转势点，这个转势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第三种形态，这是主力吸筹的三种形态，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战法